有小雨，另外有五到六级南风。引起轰动的诸如《漂亮女人》《法律事务所》等影片，都常常描写有钱人是如何拯救贫穷而堕落的女性，或是主人公如何机智，最终带着巨款逃之夭夭等等。当然，这样的模式也并不是好莱坞影片所独有的。从《一千零一夜》中阿里巴巴的故事，到中国历史上众多的以中状元当驸马为结局的传奇故事来看，这样的情节也是屡见不鲜的。到底是因为功名利禄与道德本来就不矛盾呢，还是在物质世界当中人们更希望看到金钱与道德的大团圆呢？你通过无线电遥控引爆其他嘢，咁经期准唔准啊？你有冇熟嘅妇科医生？如果冇，我介绍过俾你。我怀疑你有咗 BB，